家好，欢迎收看本期节目。栀子花的花朵绚丽多姿，非常适合养在家中或者办公室。到了花期需要精心养护，不然会影响到开花的质量。如果栀子花开出的花非常少，肯定不美观。影响到栀子花开花质量的因素很多，比如很多花友都遇到过的花苞掉落的情况。遇到这种情况一定要找对原因。一、环境改变。新买回家的栀子花首选不能给它浇水，采光以散射光为主，然后观察盆土情况，过上三天左右就可以根据盆土干湿情况再来浇水。二、施肥。养栀子花的时候，每隔20天左右就需要给它施肥一次，生长期氮肥为主，开花前后磷钾肥为主。施肥的时候要注意少施，不能一次施得太多。三、浇水。炎热时节养栀子花，浇水要根据盆土情况而定。盆土排水透气性好，可以一天浇一次；盆土排水性差，可以2到3天浇一次，保持盆土湿润即可。盆内不能积水，否则积水烂根。四、光照。养栀子花一定要勤快，要把它放在光照明亮的地方，不要直接在太阳底下暴晒，多给散射光照射，光照越充分，开花越多。好了，本期节目就分享到这里啦。想要了解更多养花资讯，可以订阅关注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。